女性追求的白是真正的白吗？ No， 肌肤要从深层由内而外，一点斑点都没有，才是真正的美白极致。肌肤的斑点有两种，一种是在表皮的可见斑，是我们平常看得见的；另一种呢是隐藏在真皮的未来斑，是深层的，所以更要小心。如果不预防，在真皮的黑色素就会形成未来斑。多数的美白功效仅仅停留在解决表皮的黑色素，当肌肤深层的黑色素蠢蠢欲动，想要接近肌肤表面时，就会形成未来斑。要怎样预防未来斑呢？肌肤深层的角质细胞和黑素细胞决定黑色素的形成。问题的关键在隔壁的纤维母细胞不健康时，就容易发出释放黑色素的讯息。一旦当黑色素越来越多，就越容易在肌肤表皮形成未来斑。科研净白深层净斑精粹，拥有革命性的德玛坏的深层祛斑科技，开价第一瓶深入真皮层的美白淡斑精华，专柜级美白成分，两倍维他命 C G 美白效果，瓦解可见斑。腺苷酸作用于真皮层纤维母细胞4.5倍，预防未来斑，瓦解可见斑，预防未来斑，双重淡斑功效。使用4周，肌肤就能白皙无瑕；使用7天，斑点明显变少；连续使用4周后，斑点减少30%。90%的消费者认为淡斑效果显著。科研实证，科研净白深层净斑精粹，开价第一瓶，真正深入真皮层的淡斑精华。瓦解可见斑，预防未来斑，